本港星期二部分地区气温一度上升去到30度左右，天气持续炎热，气温介乎24至31度，晚上转吹和缓东风，大致多云和有一两阵雨。星期三的气温骤跌，气温介乎21至25度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，复活节假期期间间中有骤雨以及局部地区有雷暴。